Hello， 我们的那个，看看表姐，我是谁哟？来看看，这个，我们摘了一个小时，这是我们的战绩。天啊，还有三个小时。然后现在我们摘的这个是叫 Shanter。This is toxic， 有毒的 edible。 Yes。 像什么？龙虾、海鲜、龙虾的味道。Yeah， that's lobster right there。找到一个超大个的。啊，看我的翻的脸，翻我名台没有？酷。加啦 ，OK， 刘姐，十三码，听声识人，因为看不到人，让我们 guess 他们在哪，是这个吗？不是，那个，天天头 ，How 跟着把十三又哎呦哈，哎，真的找不到。他也看到有一坨白色的东西。看，中年阿伯丛林旅行，很辛苦找的，看那个靓女挖起一坨呀，靓女。在乎是老公，他的背影。Yeah, that's a And okay, so this one does have a little bug action in it. I would cut it in half and let it dry, and then eat it.我手机坏掉了，那我明天打过来。你发现每次都好打的吗？好，现在我们去烧车来了。今天下雨的时候录了挺多视频的，但是因为手机坏了，全部都没有用。手机坏了的第一天，回归原始生活，散散步，做做运动，吃吃饭，不看手机，平常就正常说话。现在这个手机就是 Yuki 的，不是我的。好的。然后挺好的，这样的生活。果然今天那个女人说，我们 back to the nature， 回到自然。然后淋了雨。淋完雨之后我手机坏了，现在真的是 back to the nature， 啥也没了。你挺绿的嘛，跟树差不多。给我滚。离开你以后并没有更自由，酸酸的空气修出我们的距离，一幕最新的结局，像呼吸般